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3月20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水瓶座，在这一天呢是吃喝玩乐、恋爱好运啊，新欢会在今天出现。双鱼座的朋友，恭喜你哦，是赚钱获利，开会的效率非常好，你是职场当中的人气王啊。双子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心情愉快、光鲜亮丽，适合剪头发开运。那么两名星座请你特别小心，分别是狮子座的朋友是花钱消灾、好事多磨，以及巨蟹座的朋友是皮肤过敏，注意清洁啊。各星座呢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幸运颜色为您播报。火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6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7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粉红色数字3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。